对耶稣的石头要发出一个印，对伊的根所生的枝要结果子，耶和华的神要点伫伊，就是耶和华甲苍命的神，计划甲能力的神，智慧甲敬畏耶和华的神，伊要掠敬畏耶和华最欢喜。这是请人来纪念新的改变。新的改变，立的正心，尽心尽力，让主你的圣名，现在是我的，也是我的，第二个也三十九是我，你就让主你心中感激，这个教会是传入我甲身体的总分头，我有新的改变可以，就是你的生命，心中我爱的人，你能够把你生命，你能够生命。在你们上面，我很感谢你。2017年最后的一个日子，最后的一个礼拜日，12月30日，是我们爱存着感谢、感恩的心，用更较大的欢喜，用更较大的娱乐来感谢你。因为过去的一年久。2017年，我拢得到上帝你的看顾，得到上帝你的引导，我还要顾伫这个时阵，通来到伫上帝你的殿里，大家敬拜你，大家献上我的感谢。伫过去的一年，我现在有拄到真欢喜的代志，有拄到真丰富的稳定。我的事业，我的学业，也兼在我的每一项事做了拢有真顺心，我献上我的俄罗感谢。当时虽然我伫过去的一年久，2017年，兼在我以下拄到真侪不足的所在，我也兼在拄到有无如意的代志，兼在。我的亲人也丧失的，我嘛要献上感谢。因为通过这困苦，通过这艰难，我会当更加发觉，基本上伫你稳定，甲我三合做伙，甲我三合伫底，有缘照顾我。我虽然伫逆境的时，我拄着困难。但是我也很感谢，因为通过这逆境，通过这困难，我可以更加纪念上帝你，更加知上帝你无离开我。虽然我会感觉，因为上帝你那阵离我远远，但是我确信你甲我相合伫底，予我犹久会当伫一年的上煞尾工、上煞尾的礼拜日，就到伫上帝你面头前。定心来回想过去的一年，无论快乐，无论有好的发展，有好的成功，无论有拄到偌济坏境遇、不足、忧伤，我拢要献上感谢。因为过去一年已经过去了，在新的一年，我也要献上我的感谢，我确信。在未来2018年，你要照顾我，要让我在我人生的道路里面，虽然遇到风雨，虽然也有遇到边境，但是这都要成为我成长、更加发展、更加感恩的日子。我祈求在2018年，你照顾我，让我的生活会当更加丰富。在发展，在好的境遇里面，我们要学习；在坏的境遇里面，我们依然要献上我们的感谢。求你看顾我们，保守我们，所有要经过的日子，都在上帝你的恩宠里面。
那我将今仔日所有礼拜交代你上在你手中，求上在你带领。现在我有真侪人啊去度假，真侪人到入外围，但是我知天父上在你有缘照顾因、看顾因，也看顾我每一个人。安尼，我求感谢耶稣的名。
也过来看一位路加福音第一章，路加福音第一章，安尼对五十二节来看到五十三节。路加福音第一章到四十六节来看到五十五节吼，四十六节这是玛利亚儿子伊怀孕的时阵啊，伊访问。约翰的老母伊丽莎白，啊，伊一条真出名的俄罗斯的歌，四十六节，玛利亚讲：“我的心尊主最大，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主来欢喜，因为伊看顾孤卑的卑微，伫当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。”四十九节，因为迄、那个。有关联的，为着我最大的代志，伊的名是圣，敬畏伊的人，伊任凭因到代代。伊捌用伊的手出气力，心智骄傲的，予伊伊观察因有关联的人，伊吐因的话，卑微的人，伊升因最悬，枵的人，伊用好物。予因食到饱，有个人伊予因空空倒去，伊扶助伊的萝卜以色列来纪念人民，照伊对咱的做所讲的话来施了，予阿伯拉罕甲伊的后裔到永世到永世代，玛利亚甲伊三甲大漂亮。有三个日，才倒去因家。曾经读到这，完全就照咱所读伊的话。这时要来请政法队吼，啊，政法队是幼稚的人，互咱过来读咱今仔日的金句的人，金句吼是《马可福音》第一章五十二节到五十三节。啊，咱同齐来，有关联的人，伊拄因的位，卑微的人生意最悬，枵的人伊用好物互因食到饱，有个人伊互因安安倒去，咱欢喜的人来读一个看卖。他叫人民的时候是为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食，叫无助的空手，空空空空空手回去。这是来请这几年。